是来自新疆的李维，齐秦登台与他 PK。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，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。李维这个来自于新疆乌鲁木齐的小伙，从小就喜欢齐秦，热爱音乐的他已经做了10年酒吧歌手，在酒吧长期驻唱的生活极大地提升了他音乐素养。在比赛中，李维发挥出色，一路过关斩将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哦、第四名绿色，恭喜你。好吧。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，天空中虽然飘着雨。像了一个个的都，我刚才以为是一个人。第五名是黄色。第三位我把它写的是紫色。紫色，恭喜我们的蓝色啊，是我们今天的荣耀之光，恭喜你。他用近乎完美的模仿 PK 掉5名挑战齐秦歌手，用实力征服了所有观众，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齐秦模仿王。不让你的吻留之于未来。以假乱真的歌声让他站到最后，并以42%相似度成为单场冠军。今晚他为争夺天下无双总冠军将放胜一搏。想问天你在哪里，我想问问我自己，一开始我聪明，结束我聪明，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。齐秦他的情感呢，在诠释情感的部分，他是很难，就是他在唱的时候，我总觉得他好像在哭，可是他又没有真的到哭的地方。他把那个情感调整到一个临界点。小哥是为数很少的一个男人可以唱歌唱像水一样的歌，对对对，男歌手，对，海洋的水。对，但是他的作品呢又是那么不羁或者狂放，从音乐的部分来说，可是他的声音呢又表现得那么的细腻，所以这个对于模仿者而言，他一定要很、这个、对声音的控制要非常精准。